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今天又到这边来抓鱼了哈。然后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哈，也是给粉丝带一点福利嘛，就是非常简单。我们今天抓的鱼货啊，我会在视频的结尾，呈现给大家看，然后大家可以去猜一下，抓了多少斤，然后把答案，写在评论里面哈。猜的最接近的两位，啊。然后我送十斤鱼给你们，就是真空，然后超低温，-60°C超低温冷冻，然后顺丰包邮发到你们那边啊。然后答案会在两天之后公布啊，大家都可以去猜一下，评论里面去留言去猜一下。虽然不是很值钱的鱼哈，但是这种鱼非常好吃哈，也是我一点心意，感谢大家对阿明的支持哈。那现在准备去抓了啊，抓两个小时左右回去。今天又是这么热闹，又是这么热闹啊，人山人海啊，非常热闹，跟菜市场一样的，全部都在抓鱼。也走了好几批了，你抓几条了？啊？啊？这个网要整理好，网要整理好啊。我考虑打干棒，打干。他慢点的，不是这个力啊！绝对没帮补啊！哪里？哪里？干来要学习一下啊！学习一下。这个粉丝看我视频，然后过来哦。网要整理好，然后慢慢来哦。我这个第一网空军了啊，这个技术还要练习啊！你们慢慢练，我要去跑了。阿健已经扔这么多了啊！阿健已经扔这么多了，好忙啊！好过，那一桶先提回去啊，一桶先提回去。大磊，还饱没？啊？扔这么久才扔这一些，今天这个场面热闹了，非常非常的热闹，人山人海啊，全部都跑过来抓了。哦、好多人啊，全部都是鱼啊。那这边来了，啊，大王啊，大王啊。你个子不够高啊，要去太矮了啊、哦！多不多？又这么多，又这么多。哇，这个爆完了！爆完啊、哦！还掉了几条，好了，那你得就爆完了，是不是你刺激啊？这太刺激了，他这一碗比较大条，爆完了，哇，这一碗还都抓到手抽筋了，阿健爆完了，爆完了，又爆完了，哎呀，手抽筋了，太累，太多了。啊，我们刘哥现在扔的也很溜了，哇，爆完了。哦吼哦吼，瞬间成为捕鱼高手啊！现在给它活的养一点回去啊，然后明天拿去钓鲈鱼，活的。啊！这些捡进去。真的哟。是啊。养一点回去啊，明天钓鲈鱼用。还行，十几条啊。
这个我们湖南过来的粉丝，带他来体验一下抓鱼啊，然后明天带他体验一下海钓。刘哥最后扔一网啊，好，太多了，鱼太多了，提不走了。来，撒出你优雅的最后一网。哎呀，撒太中间了，这个要撒到角落去才有鱼啊，撒中间就比较少。哎，还有几条啊，还有几条。哦，现在收了，回去的。什么小长鱼啊？不是，那个树叶鱼。现在已经到家了啊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一带啊，大家可以猜一下啊，猜一下这一带大概有多重啊？猜的最准的两位，然后一个人送10斤啊，那个顺丰包邮到家啊，就是这一带。然后结果我会拍一张照片，然后两天以后。发上去啊，出结果大家都可以去评论一下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